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好时宜居 All About the Wangs， 我是王太。今天要搭车离开墨西哥市，公车票和机票的价格差不多，可是公车位子宽敞又舒服，上下车的车站也很方便。今天要带大家来 Tlaquepaque， 是墨西哥许多魔幻小镇 Magic Town 的其中一个。这个小镇以陶瓷和手工艺闻名，这栋美丽的建筑物应该是这一区的市公所吧。附近的每条街都有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景色，像是大型的壁画，五颜六色的房子，修剪得很整齐的九重阁，围墙里的大树有的长到三四层楼高。这是古城，街道都窄窄小小的，旁边可以停车，又多是单行道，所以常常塞车。电线杆很多，要把电线地下化是巨大的工程。墨西哥城海拔2240公尺，常年气温非常舒服，介于摄氏6度到26度，很多房子和车子都没有装冷气。夏季是降雨量最多的季节，这样的气候不仅宜人，就连路边的树也长得又高又壮。Tlaquepaque 的市中心广场有两座教堂包围着，这座天主堂17世纪初期开始建造，1878年完工，有新古典和新歌德的建筑特色。星期天早上很多人来做弥撒，没有座位，很多人还得站着。另一个是 Tlaquepaque 富有盛名的天主堂，1670年开始建造，1813年才完工，在墨西哥的独立战争中占有很重要的角色。教堂设计融合了拜占庭的壁画、巴洛克的金碧辉煌，还有罗马建筑的廊柱。很多人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。在中央广场正对面是市中心著名的独立街，独立街是人行步道，两旁全是餐厅和饮料店、手工艺品店，每隔几步就有比人还高的雕像，卖纪念品的小摊也很多。影片中右边这一位是墨西哥的国父，他原本是前面第二个教堂的神父，由他带头而触发了墨西哥独立战争。很多餐馆会把座位放在街的两旁，欣赏人来人往的景象和享受舒服的天气。骷髅头是很常看到的艺术装饰品，有金属做的，也有彩绘的陶瓷，象征死亡后的重生。这栋蓝白色的建筑物颇有希腊的味道，是一间艺术品店，很多人在外面照相。其他的每一栋房子也都各有特色，象征梦想自由飞翔的翅膀装饰也常常看到，原来是铜雕，由知名的墨西哥艺术家所创作，原创在墨西哥市，也是上一集的封面照片。每一家餐厅的生意都好得不得了，店家也很贴心，直接把菜单立在店门口。因为观光客很多，服务生也会直接问需要英语或西语的菜单。到了中午吃饭时间，最后我们决定这一家，我会把餐厅的资讯放在下面说明处。大大小小的陶瓷花瓶和艺术品在一进门口就能看到，西班牙式的建筑有中庭，
种了很多植物，中间还有喷水池。这位帅气的服务生正在帮隔壁桌客人做草莓的甜品，点了两个主菜，墨西哥酱烤鱼卷，墨西哥巧克力酱炖鸡，还有这是经典的牛胃汤。有现场吉他演奏，气氛很好。在中央广场旁很有指标性的建筑物，1878年建造完成，目前差不多有20家餐馆，桌子椅子从头连到底，不仔细看真不知是哪一家餐厅。里面中庭更是精彩，下午3:30会有传统墨西哥音乐表演，这个地方也是传统音乐的发源地。因应西洋情人节所做的装饰，很多人都会停留拍张照片。传统街头小吃烤玉米或熟玉米粒，加上起司和许多调味料，烤好的玉米一只台币50元，这些调料都可以自己加，或是把市售的玉米片拆开来，加上熟玉米粒和起司，挤一点柠檬汁，淋上喜欢的酱料。经过这家专门卖糖果的店，门口有一个大骷髅头，好奇之下进来看看，让我想到以前没有便利商店的时候，那个年代的杂货店里卖的糖果和零食。王太买了几条这个椰子糖，很好吃。出了市中心广场，走路大约5分钟会来到一个市场，虽然离观光区很近，看来有不少当地人来买菜。真不愧是陶艺小镇，好美的地板瓷砖。少数我看到在菜场里的面包摊位规模不小，随便目测一下至少有几十种品项。往下走这一层主要是熟食区，现在算是早餐时间，每一摊人都很多，不少人站着排队等位子。经过这个现做玉米饼摊的时候，王太被一个帅气的小哥服务生拍了一下肩膀，要请我吃一片现做的玉米饼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而且太多客人等候，来不及拍下来。墨西哥人的早餐大多以玉米塔可饼为主，大概类似台湾的蛋饼，有不同的变化版本。这也是经典的玉米塔可饼之一，沾了油，煎到表皮酥脆，再沾酱吃。也有些人会选择到餐馆吃早餐，这是一家老店，1976年就开始营运，在瓜达拉哈拉颇负盛名， Google 也有4.5颗星。只卖早餐或早午餐，只开早上8点到下午2点，主要把墨西哥和西式的早餐做一个完美的搭配。这是我和王先点的欧姆蛋，每一份大约300到500元。吃完早餐，带着满满能量来到市中心北边的海鲜市场，有冷冻和生鲜的产品可以选择。在墨西哥菜场买东西以公斤计价，有一次王太在蛋糕店买蛋糕，店员还问我要几公斤的蛋糕。市场里最具规模的一间店，有不少人一次买很多，可能是餐馆来批货吧。生蚝的价钱以大小来区分，几乎每一摊都有货。好大的虾米啊，干脆找一家店解馋一下，一不小心点了好多。这是著名的巧克力蛤蜊，上面有店家秘制酱汁，酥炸大墨鱼，香煎鱼排和生蚝都很新鲜。饱餐一顿后，
决定用走路消耗热量。王太是标准的蔡西亚夫人，不知不觉又来到瓜达拉哈拉城中心的菜市场。这里的价格比墨西哥城便宜一些，熟食区占大部分，居然六个玉米塔可饼只要台币100块。非常特别的是，整个三楼都在卖草药，有新鲜的、晒干的，或者是草药的成品，可以治病、调养身体，或祭祀的时候焚烧。我的民宿房东就很喜欢在家里烧迷迭香，据说可以永保安康。影片最后带大家看看瓜达拉哈拉的好事多，这是墨西哥辣椒粉花生，我没看过这么大的无花果，跟台湾柳丁一样大，一盒约台币230元。这是第一次看到好市多买标准款的龟甲腕，我在其他分店看到的大多是薄盐款，还有玉香珍珠奶茶。这个熟食区在卖场外面，贩卖的品项也不太相同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集的介绍，可以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